Hello, hello, 宝子们，今天开箱的是一万米高空浆的四十厘米坐姿的莱欧娃。然后怎么说呢？这几天一直刷小红书，上面好多姐妹都已经收到了，然后就是很着急嘛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今天我也收到了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哇哦，这怎么是后脑勺对着我捏？拿出来哦，真的好难拿哦，真是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好，好耶！拿出来了，就这样哦，太大了，屏幕都放不下，就这样子侧着看一下吧。我真的手感很好，就是它的充棉感觉很充足，然后这个脸棉花坨子真的这个脸就是圆滚滚的，非常的饱满圆润。然后因为我是个双数扣嘛，所以说当然要入两只啦。然后这是第二只。说句实话吧，其实刚开始看到娃妈的宣图其实并不是很种草，但是当时真的是莱欧的娃感觉有点少嘛，然后就是能看到一只就入一只啦，就是没有想到他大火居然这么可爱，好戳我呀，就这种拽拽的表情我好喜欢哦。然后这是两只仔仔的合照，那现在都还是光溜溜的啊，那先去给他穿衣服吧。好，拍拍他的肉嘟嘟的脸蛋。这个的话是我那个同事家的姐姐知道我在养棉花坨子嘛，就把她女儿就是之前用的那个尿不湿和小围都给我了，然后给两只仔仔都穿上，感觉还蛮合适的耶。好了，这样子了，拜。